大家好，我是爱与人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2.7 全服玩家送食莲 3.0 空降新角色加骑士精灵少女来了 2.6 角色混沌使用率出炉，飞霄紫排第六，黄泉花火无缘前十。星穹铁道 2.6 乱破，影月卡池已经开启了一段时间，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抽到了呢？而说起截止到 2.6 版本最新一期的混沌回忆使用率的排名情况也终于是来了，一起来看看吧。废话不多说，具体大家直接看上图。可以看到，截止到 2.6 版本最新一期的混沌回忆使用率来看，软梅以 90.81% 的使用率登顶第一。从第三名的流萤开始便是断崖式滑坡，流萤当期的使用率是 75.44%，较上期使用率对比下降了 22% 左右，还是非常恐怖的。就连人权卡之更鸟本期也只有 71.17% 的使用率，目前排名第四。飞霄本期的使用率下滑其实还是比较大的，目前排名第六，只有 59.65% 的使用率。反观黄泉、花火等限定五星角色，本期的使用率已经全部跌至前十开外，不得不说还是非常离谱的。而说起本期角色使用率的详细平均排名情况也来了，如图所示，基本上也都是以主 C、 副 C、 辅助、生存角色来区分，其中输出使用率排名比较靠前的有飞霄、流萤等角色，生存辅助比较靠前的分别有软梅、铜血主、知更鸟、加拉赫、沙金、灵沙等角色。最后就是本期混沌回忆队伍使用率的详细情况了。整体来看的话，流萤超击破队依旧是当前版本首选，灵沙虽然已经上线，但使用加拉赫的玩家并不在少数，排名第二的则是飞霄追击队，再往后则是黄泉虚无队，不过使用率就比较低了。所以说各位开拓者们觉得怎么样呢？星穹铁道 2.7 卡池的星期日，望归人的例会已经公布了一段时间，对于两位新五星角色的登场，玩家们的期待还是比较高的。而说起 2.7 版本的前瞻直播时间也已经确定，预计在11月22日晚上的 7:30 左右开启，300兑换码自然也是少不了的。同时2月7日上半卡时开启的时间是在12:04，并且也会有每个大版本签到十连的奖励，还是非常香的。除了即将登场的星期日望归人两位新角色外， 3.0 及后续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也终于来了。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 3.0 卡池是两位新五星角色登场，分别是冰炽石黑塔 SP、 阿格利亚召唤 C。 3.1 卡池分别是粉色拉满的萝莉提宝，还有一位据说是白垩。 3.2 会有周年庆主推成女登场，3.3 据说有一个重量级角色。 3.4 卡池则是之前提到的双子毁灭女角色霞蝶了，形象类似于骑士装扮粉发精灵耳少女，貌似主打烧血。后续的 3.5 到 3.6 则大概率是联动角色，比如之前 PV 中出现的红 A 等。3月7日据说珍珠欧博会登场，其中珍珠定位是生存，欧博是召唤斧。当然了，版本跨度大，大家看看就好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后续的版本中还会有一位叫做白垩的男角色登场，角色的造型据说为浅灰蓝色头发，偏绿色的眼睛，下图来自崩坏三，其实外观不完全一样，只能说做个参考吧。所以说对于这位后续可能会登场的新角色，大家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不过还是那句话，版本跨度大，毕竟是网传的消息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开拓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